光之兄弟群体信息。一、关于您知道周围人的觉醒程度吗？传导莫尼克·马修，译者卢颖，译自其法文网站从天到地。我们多次对你们讲过那个你们盼望和期待的大觉醒，你们甚至都不对他抱什么希望了，因为某些人并没有表现出大觉醒的迹象。因此，我们要跟你们谈谈这个意识的大觉醒。你们对于这个意识的觉醒能知道些什么呢？你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真正觉醒。当然，如果你们在这儿，在听我们讲话，在读我们的讯息，那说明你们已在某种程度上觉醒了。但你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以便真正具有你们应该具有的存在状态。意识的觉醒是以多种方式进行的。这个觉醒可以发生在那些完全不与灵性沾边的人身上。他们甚至从没听说过灵性，但他们已不知不觉地在其人性部分、灵魂和神性部分之间建立起了连接。在你们的生活中，什么才是重要的？是你们的行为、态度，是你们对自身和对周围所有人的尊重，是体谅、包容。一定要尽量去理解他人和理解自己。你们每天在家庭、职场经常接触的各种人中，即使有些人从没听说过我们，你们的光之兄弟，或你们的银河兄弟，他们也有可能已走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路程。你们并不知道谁是谁，你们甚至都还不知道自己是谁。重要的是你们对那些在此生中陪伴自己的人，怀有怎样的感觉。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经历其灵性觉醒，并非只有一个灵性觉醒、意识觉醒的方式，而是有许多种方式，而每个人都会使用那个对自己来说最便利的方式。这种意识的觉醒往往是不为人所知的，或许也不为自己所知。当这个意识觉醒发生时，你们会觉得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许多，你们能理解比以前多得多的事物了，你们更加宽容了。当然，在你们有了一定的意识觉醒时，你们会乐于去帮助他人，以使他们不致落入圈套、上当受骗。这是完全正常的，也符合你们对自己周围人的人性之爱。然而，这尽管是出于一番好意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验要去经历，而你们不应当加以干预，无论是以什么方式。正如我们多次告诉过你们的那样，你们应该做的只是存在，不应想去做什么，而只应存在。你们将越来越多地意识到，周围那些你们觉得没有入道，用你们的话来说，的人，其实比你们所想的要入道的多。他们说的话与你们不同，他们的存在方式和感受方式与你们不同，但只要这些人心里怀着很多的爱，那他们以何种方式走完这条路丝毫都不重要。你们的认真倾听周围的人讲话，以便更好地去了解自己是否与他们有共鸣。如果你们仔细倾听的话，你们有时会非常惊讶地发现，在自己家里就可能有人怀着无限的爱，并且在不断地表示出这个爱，尽管他们走的路与你们不同。要学会去发现你们周围的人的真实状态，尤其要学会不去评判他们。在这一生中，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来这里要做的事，当然有的困难些，有的容易些，因为每个人都在执行自己的计划。那么，对于那些有着较为艰难计划的人，你们应该尽量使其生活的容易一些，假如你们自己的计划没那么困难的话。
要想真正完成你们最初与自己的指导灵们一起选定的计划，你们就得完全听从自身的声音，以便更好的去知晓，更好的去行动，更好的去接收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光之兄弟群体信息二：关于旧世界的体系正在崩塌。传导：莫尼克·马修，译者：卢颖，译自其法文网站从天到地。我们曾说过，2020年非常重要，这是扬升真正开始的一年。在这一年余下的日子里，你们还有很多事要做，还有很多东西要领悟和体验。我们希望无论发生什么，你们都能保持平静。别忘了，我们就在你们身边，在给你们提供远超出你们想象的保护。这个世界必须发生深刻转变。过不了多久，这里的所有经济体系、社会体系、宗教体系，以及千百年来运作着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。有些人感到疑惑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球性的恐慌？为什么不断有恐惧、痛苦、不安产生出来？我们想说的是，祸福相依。目前发生的一切是因为你们要经历经济、社会和宗教体系的崩塌。本来会发生比病毒流行更严重的事，但那没有发生，因为出现了变化。我们不想说那变化是怎么出现以及为什么出现的，我们只想让你们知道，我们这些圣光兄弟、银河兄弟在这一变化中起到了积极作用。现在很多人被隔离在家中，许多大学、中学和公共场所也都关闭了，这使得人们更加恐慌，集体意识中的恐惧日益增长。此时，我们要靠你们这些地面的光之工作者去打破这恐惧的气泡，以免让它危害众人。要知道，这恐惧的毒药所造成的危害远比疫情负面的多、糟糕的多。人类社会将会分裂，而这将引起混乱、动荡与纷争。许多执政者也会被集体意识中的恐惧所裹挟。这种种现象将带来经济与社会体系的终结。如果你们的意识足够开放，就会清楚地看出目前的经济与社会体系无法再持续下去了。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，泥族巨人正在倒下，这符合全体人类的最大利益。几千年来，人类社会的领导者们大都是没有觉悟、没有爱的人。人民追随这样的领导者，是因为人们自身没有充分觉醒于灵性意识。而现在已有大量的人觉醒于真正的灵性意识了。人们正在获得灵性觉知，将来还会达到神性意识。人们将把身体意识、存在意识、星号意柱及小我意识和灵性意识统一起来，这将使人们学会尊重自己、尊重众生，真正意识到自己是谁，日益感受到自己内在和周围的圣爱。那时，你们将感知到我们之所是，将直觉地接收到我们发送给你们的讯息，你们的各种灵性能力都将日益发展起来。目前，你们正处于新世界的边缘，而要想从黑暗的卡利瑜伽时代进入黄金时代，还得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。你们此时正处于这狭窄的通道中，我们会帮助你们。一旦你们走出这个关口，就会有一条美丽、宽阔的大道，将你们带向黄金时代。这黄金时代是应许给你们的，也是多亏你们才得以实现的。因为你们很多人来到地球上，给人类兄弟带来了圣爱、
并且努力地在灵性觉知与博爱上下功夫。我们曾经说过，2020年对有些人来说是可怕的一年，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美妙的一年。的确，那些已对宇宙圣爱敞开，并已摆脱了恐惧束缚的光工，将接收到远超出他们想象的圣爱，也将越来越多地觉察到我们的灵在。我们会给你们提供必要的能量，帮助你们觉醒，让你们提升得越来越高。不要让恐惧压垮你们。我们正在使一切就位，以便让你们能转移到你们衷心期盼的新世界。在那里，人们将不再彼此害怕，彼此伤害，而是会相互帮助，共同生活在友善与圣爱之中。你们要有信心。拼图碎片正在各就其位，美丽的画面即将呈现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